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天12月12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事事亨通，而且感情方面也很稳固哦。双子座的朋友也不赖，和另外一半之间呢可以共同规划未来的蓝图。而巨蟹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亲子关系跟家庭气氛都很和谐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这就要留心了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偏财手气不是很好。摩羯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高风险的投资建议还要谨慎而为。而水瓶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在很多事情要凭借自己直觉，不要太听信朋友的意见咯。另外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那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8，土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2，风象朋友是咖啡色系，最佳数是4，而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9哦。